小宝宝，你把我的鞋带解开了，你过来给我系上好不好？对，看见了。小崽子从小就是妈的地位高，他也跟着高；他妈的地位低，他也低。对，猴子，欢迎哈，欢迎所有的家人们。没有给主播点关注的，点点关注哈。再点点免费的小心心。这是贵阳，贵阳前面是公园。